我吉他手写的歌，歌名叫做《伤》，对，很伤的伤，谢谢。麻烦那个灯光帮我打开一点。没有心在想着他，曾经爱过的，曾经疯狂的，现在不必要再想。想当初我在被抛弃的时候，我在你旁边啊。
他说的对。想说我在被抛弃的时候，我的那个女朋友，她喜欢的是一个很有势力的那个叫什么？那个黑暗势力，很有势力的台客。对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会教那什么？教人。对，会教人教。这时候我们又要讲到时下的年轻人，这个时候已经忘出什么叫做当初的悸动。没有啦，就是想当初被抛弃以后，其他时候被抛弃，对，他以前跟我一样瘦，腹肌很多，20块，有20块，没有，基本都有了吗？结果被抛弃以后，就变成这个样子，有点像是整形前还是整形后？你要来你的整形后是这样子，开玩笑的啦，没有啦。刚刚那首歌是不是很伤心？伤。妹妹，看这里。没关系啊，你忽略我没关系。妹妹，不要管他，保护一下，你来。我等下后，我真的觉得。觉得怎样？无话可说。那就继续说。哦，最后贝斯手不提醒我都忘记我要教大家要怎么问好。我们是哪一组？台湾组。对，说的对，太完美了，你们说对。不要连英文都讲出来。It's good job。不是，讲母语。No。马超，喂，喂就是对的意思。对，我们讲一些简单的片语，词语，类似这样的。我记得我在这里看多楼那个表演，都会学那个多团体，一直在矮下，矮到什么时候？不是啦，你谈海啊？我们台湾组的认真的表情出现，我们台湾组的那个，是谁？我们台湾组的打招呼的方式叫做，完了，马萨鲁，待会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马萨鲁，对，就是不管。你好，或者是 Hello， 或者是谢谢，都可以叫什么鲁？阿玛苏巴鲁。还有另外一组吗？顺便讲到，我刚刚讲的阿玛苏巴鲁，就是你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样，阿玛苏巴鲁，对，就是有点在挑衅的意思，就是你是怎样？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哦，我不了解该怎么说。酒醉的时候哎，怎样打架，打来打去的，真的是。对哦。单挑嘛。还有，我刚才讲到哪里了？阿玛苏巴鲁。不是，马萨鲁。哦。待会我念一次马萨鲁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我是看看大家的那个专注的程度到底。我要听出来哦，没有喊的，我马上点你，又点的，啊，我等一下我喊一遍，大家喊一遍哦，马上喽，马上喽，妹妹你没有讲话，真的，好，我真的无话可说，好，我们不要讲话，妹妹再讲一遍，马上喽，好了，是谁说话？好，等一下吉他手请你喝一杯饮料。不管我先记住，记好，对啊，记好。等一下请一杯饮料哦。不可签名哦，你的签名没有效，我买一杯冲饮。好了啦，讲动画了呢，讲到那个人呢，我都不知道说到哪里去了。那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，它的歌名，我在想哦，大家小时候都有听过。
是摩奇矮人，奇矮人吗？奇矮人啊，奇矮人，奇矮人，一个小矮人吗？奇矮人。魔戒，魔戒里面那个咕噜咕噜。喂，不能是那个那么帅的咕噜。那个小时候大家都有听过白雪公主，对不对？就是有一天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那弹弹弹弹弹，然后鼓手不知道哪里来的心血来吵，就讲了白雪公主的故事给我们听。我只能说，也是没小孩子暂时没听过白雪公主，所以就不小心又乱写乱写，写成一首歌。哎。可是我们都是黑雪公主。快点，我已经没有话可讲。说我们没有练好，哎，那讲出来呢？